咱好吃的是香香的囊。上次圣母节给俺送给俺好些东西，然后说请圣母节吃饭的，打算几个弄点菜上圣母节去吃火锅嘞。俺俩现在去买点菜，可冷了呀，零下5度。看我这服装，戴上口罩。本来我拍口罩的时候，他这个装了，我感觉可可爱。你大开发言还有跳鼻涕嘞，哎，小张说走吧。冬天神奇，温暖，这有没有嫌我的眼大？戴住嘴，没有。不能骑个太冷了，不骑车了，跑过去吧，跑过去还暖和，还减肥。正好也不知道哪天，这个可吓人。气都一大都高很气得很。Thank you.